今天我们来到了沃尔玛的 Auto Center， 我们来换机油。我们机油该换了，来看看沃尔玛是怎么样换机油的。走着，我们根本没有预约，看一下你没预约能不能换。问了问这里的修理小哥，他说要到商城里面问客服，看一下什么时候换多少钱。好，我们进去问问。他说那个地方不能直接进，要在这里。Auto Center 是7:30关门，现在5:00，看一下行不行。就在这里了，你看价格 ，oil change 是55美金，然后便宜一点的是34。你看沃尔玛还可以换轮胎，这些轮胎86块钱一个，这种普通轮胎。我跟客服预约了之后，他说现在可以马上换，大概等1个小时就可以拿车了。车他给我们开过去了。你看他们就在这里换，我们先逛逛沃尔玛吧。我们换 synthetic， 这个可以开5000英里，普通的 standard 只能开3000英里，但是也便宜20美金。如果你的动手能力强的话，可以自己换。这里是30块钱，它人工费其实是20多块钱。好好好，我们就逛一下沃尔玛吧，买点东西。小兔兔玩，小孩子玩，就玩得不亦乐乎。刚刚他们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的车子弄好了，我们就在这里结账了。 Auto Service， Can I do this together? You can do it all together if you want to. Thank you. 我们一共是80.92块钱，换轮胎5块钱一个，还加上我自己买的东西，一共100多块钱。你看这种一站式购物，换车加买东西在一起，真棒。然后把我们东西放进车里面，太爽了，这个都不需要等。然后我们把前轮和后轮对调了一下，前轮磨损厉害一点，一共是20块钱，5块钱一个轮胎。来，我们听听声音，看一下机油换了之后什么效果。哦，确实声音小了很多。好了，这是美国沃尔玛换机油大哥的样子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